鸡骨棒，嚼里面这骨髓好吃。 这两头都有去过，哎，里面有油。 我给人发的时候告诉你是啥玩意儿，机油票的，我那给你付了，给他还忙去了。嗯，它这里也有新鲜的麻椒粒，好像不是新鲜的，它这应该是干麻椒粒。 老铁们加入粉丝团啊！有，熬累了啊，3级了我今儿啊，我操你！